一米就是 I am 就是我的意思，那么 MI 就是我就是我的意思。我觉得穿我们衣服的这些女孩子呢，她一定要是自信的、谦卑的，会有表现她的那种活力、那种真实感。我们会有一些小设计的地方，比如说扣子啊，比如说一些装饰的东西啊，它不是那么的夸张，但是它又那么的恰到好处。系在衣服上的一些腰带可能就是一个袖子，那么这样子就更让你有百变的感觉，然后你穿什么套什么都可以，所以就比较自在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晓敏，我正在拍摄 J Style 明星街拍，请大家关注精美，关注 J Style TV，yeah。